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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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华之客，我们的麦克斯夫妻评论实况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得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每次有人都会在我每次发完影片之后，下面留说可不可以评论这个伺服器，可不可以评论那个伺服器，然后那个红石什么红石科技府的大大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拜托你，这个礼拜我可以开一整天吗？你就早上丢着开着，我就可以进去评论了。没有，真的每次要评论的时候都刚好插开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观众问题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跟你说好啊，哦，可以啊 ，OK 没问题啊。没问题啊，可以评啊，然后一评，干，怎么那么糟的伺服器，还没有成熟，什么都没有，哇塞，哇，所以我对你们有些人讲的话都会比较有点戒心，除了一些讲话比较正常一点的，像有人跟我讲 PET 伺服器嘛，那个我可能会考虑一下，你态度客气跟请求问题，有时候我会跟你们想的一样，就是。很重要一点就是，你跟我讲这伺服器好不好玩，要讲出一个理所当然。什么叫做理所当然？这伺服器怎么样？什么属性的？好不好玩？人多不多？或是怎么样？一种八卦之类的都可以。但如果只是要我点评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进去五分钟之内就会出来了。你要计时吗？如果不好玩的话，五分钟就会跑出来了。然后这1.8的分流，好了，正版服务好。听说他的大铃是干人家，大铃是干人家的，哇塞，这种东西还用干的，还插火把，为什么你在屋顶上要插他妈的火把？这是建筑欸，大哥，你晚上就算了，来来看一下他建筑，看一下，我干人家南平原欸。我干酷迦南平原，你知道复制过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吧？你看就是迦南平原啊。好，首先建筑是抄人家的吧？对啊，复制过来的。如果你说你自己盖，然后自己复制到迦南平原，不对，其实你复制不会复制到迦南平原，好吗？我们自己盖建筑的人都知道复制要干嘛。别急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系统。这个字，这个文字，这个标点符号是这个吗？我想说会用这个。小学生，作品，大哥，小帮手，前往中介上有没有？有 menu？ 有，这个比较 menu。这个叫指南针，这三小，这个三小，这个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了，这边没东西啊，好，然后下面有箱子，箱子这是箱子商店吧？有没有足够金钱 ？ATM shop 啊。再几分钟，三分钟，我就想出来了。而且我开头讲了一分钟，所以实际上进来两分钟左右。好，然后再来就这个指令，如何再次开启此页面 ？Chat， 好，好了，我们去看生存大陆了。好，啊，生存大陆哈。然后这边就是地狱嘛，地狱呢？我要进去，哎，进去，好，进去。啊，地狱嘛，地狱已经干成像搞钢欸，干。哎，回去，我也不能这样 spawn 回去啊，应该是可以的。的，哇塞，又好高亢哦！首先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好啦，结束了，是不是刚刚好三分钟吧？就总结，这是一个小学生做出来的伺服器，对不对？
你跟人家比啊，这个部分，你这个图片也没有图片，然后说明就是简单的说明，然后你看人家，再看看人 feel so good 就好看，feel so good 都比你做的还好，对，好，就这样，反正你还有屏的伺服器有90%都是 的福，懂吗？我现在你现在看起来你会想玩吗？不会啊，我连去什么 Netherhammer 然后或者是童话，或者是直接他妈跑去国外服玩了。乖，这种作品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好吗？不是我要呛你，但是我觉得成熟度都不够，发展度也不够，用的东西也不够，然后给我看的东西就是这样。好，零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